有请主持人赵川。谢谢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要保湿伊贝诗冠名播出的，伊贝诗纯肌水，纯净保湿，实施水嫩。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前往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来看看今天请来了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欢迎。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薇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严品红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涂磊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了解一下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在情感当中遭遇了怎样的困惑，各位请看。我和他结婚已经7年了，相处时间久了，我发现他特别的懒。他现在看我什么都不顺眼，每天对我挑三拣四的。我只是不会做饭，但是在他眼里就什么都不做。孩子也是我一直在带，他也很少帮我，偶尔带一次就受不了了。而且他太大男子主义了，每次一句不合就和我吵架赌气，还动不动就提离婚。他既不能当好一个好儿媳，也不能当好一个好妻子，还不能当好一个好母亲。你说这样的生活我怎么能和他过下去？我觉得归根到底就是他变了，我希望他可以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不要再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我身上了。到底是你变了还是我们的感情变了？掌声请出这对夫妻，掌声有请。杨先生30岁，来自安徽，机电工程师，有请杨先生。王女士31岁，来自河南，电商，有请王女士，有请。欢迎两位啊。你这小片里面说那个我印象特别深的一句话叫不是好儿媳，是吧？对，不是好妻子，不是好妈妈。怎么还不是好儿媳放第一位呢？为啥呀？因为我感觉她不孝顺嘛。哦，不孝顺。对。哦，所以你要离婚是这意思吗？是的。是的。你看吧，毕竟我们家也不远，1小时路程吧，每次回家都是我一个人，你说爸妈他们怎么不会心寒呢？其实我对他爸妈一开始也是挺好的，也是很关心体谅的，但家里养了几只只鸡，我怀孕的时候我不提，他爸妈都不知道，主动给我杀一只给我吃，给我补身体。那时候我想吃鸡我都不敢去买，我怕买了就是说让他爸妈难堪嘛，然后我都只能买鱼吃。但是最后我不愿意回去，就是因为刚开始我们收入也比较少，我想找一份工作让他们到合肥，就是帮我们带小孩，然后他们就是不愿意来带。哦。然后一直等到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就是说才找了一份工作，小孩放假了休息啊都是我带到公司，边上班边带小孩的，都不管不问呢。所以我就是因为这个事后来才不怎么回家的。哦，听明白了，就是历史的积怨是因为怀孕期间你的公公婆婆不体贴你，再往后是因为需要公婆帮忙带孩子没帮忙带孩子，所以你心里是堵的哈，是有气，是这意思吧？是的。最近爆发出来就是前几天我妹不是来我家了吗？你妹去你家？对，我妹。我家离我很远是吧，就是几年来一次，然后她说她要回去带菜，然后我想着哦，这一次总会带一只鸡过来吧，然后结果呢？不是你们这就是一只鸡就在那儿干就干上了。主要是他说回家带菜，那你如果说是一般的菜，你回家带什么菜呀、啊，是吧？啊、我肯定想着会带一点。等于他回家去拿菜去了。带一点、啊、就是说在市里面不好买到的菜是吧？就是说带点土鸡啊、土鸡蛋这样的。然后哎，结果他回来两手空空的，我说你怎么没有带？他就说那是别人的，你就不要想，就是感觉我像啃老一样。这个就不太应该吧？其实不是说别人，从一开始到现在你叫过他们爸妈吗？你爸妈，我叫爸妈是因为有一次我们两个吵架，他们看到了都不拉。所以你不叫公婆叫爸妈是吧？我一开始叫，我后来就不叫了。哦，看来矛盾还挺行，听明白了，一只
老母鸡引发的血案。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家小孩都7岁了，爷爷奶奶都没有给小孩买过一件衣服，那么稍微给孩子哪怕买个9.9元的衣服他有那个心意了。就是先生心里有气，妻子心里也有气，是这意思吧？你觉得这个自己的公婆对自己不好，先生是觉得自己的妻子没有做好跟父母的这个工作，所以才导致成这样的，是吧？那你怎么不在中间润滑润滑？本身他这个人就没做好嘛，对不对？你的人呢？问你是怎么做的呀？我是怎么做？哎，你回家吃老母鸡吗？说实话，他回家他妈会给他下鸡，但是我回家的时候都没有。好，第一回合咱们就过吧。你也承认不是好儿媳，但是是有原因的，是还是不是？是的，因为公婆对我不好，所以我也对他们不好，逻辑是对的哈。好，行，不是好妻子啊，不是好妻子，就是说他实在是太懒了，什么事都不做，说他手不能碰那个油腻的东西，你就不做算了，我做。然后呢，洗衣服也是一堆全部放洗衣机里边，然后洗完了以后也不知道晾，然后等到我打开的时候，那都臭了。我上班我在忙呀，你上班我不上班吗？那有的时候我会忘记，也不是说经常那个样子。你忘了一次两次那也就算了，好多次都是这样的。家务的话你不就做个饭吗？然后那拖地怎么你不也是我做的吗？你拖你就偶尔拖一次，而且看得到的地方好你拖一拖，看不到的地方该怎么脏还是怎么脏。那还是我做的多呀，你只会挑毛病，做个饭你也心不甘情不愿的，天天指着邻居说，你看人家还是带的好，家务做的好，天天就是想让我跟别人比，问题人家没有上班呀，我还在上班呀。你不上班，同样这些事情你也做不好。你看你娇气的，洗个衣服说啊，我手会起泡，然后会皱，做个饭啊，那油腻腻的，是不是？反正行，还说不是好妈妈啊，说说吧。就月初吧，孩子领成绩单，全班的同学40多个人吧，40几个人，我具体我也不清楚。那你这个爹当的对吧？行，接着说。然后大部分都有奖状，就我们家小孩没有。我回来我肯定恼火，因为辅导孩子这个工作，基本上他就是在搞，在管。孩子多大呀？7岁了，上1年级了，因为一直都是我在辅导，然后他也没管过，结果他领成绩单发现成绩不怎么好，第一件事就是责怪我，都没有想过自己的问题。因为考试前几年我在考驾照，我让他辅导几天，他都能睡着，他自己做的都不怎么样，他还在责怪我，当天我们就又吵了一架。我责怪你是有原因的，因为你每次辅导的时候你都在玩手机。不是，那你在干嘛呢？我在做家务事啊，还家里一大堆事情都要我干呀。我看手机是因为我也上班，我也很忙，偶尔就是说可能坐下来闲下来了，边看着小孩写作业，然后偶尔看一下手机，被你看到了，辅导个小孩，就这两件事，哪家不上班？我也上班，我回来我做了多少件事？我说要辞职，你为什么不让辞呢？我说我辞职换一个轻松一点的工作，你就是骂我不去找工作，又不敢让我辞职。事实啊，对啊，我承认，为什么呢？因为您没有什么技能。他现在到底是做什么的？资料上说是电商。对，电商就是看网店呢。对，基本上他在家里只要有台电脑就可以工作，就这个意思。听明白了。所以他时间很充裕的，你知道。因此你想跟他离婚是吧？对父母不孝顺，对家庭照顾不够，对孩子又不上心是吧？你的意见呢？他想离我就跟他离啊，问题是他离婚他也就嘴上说说，我要离他又不离了。但是我现在忍受不了他了，然后你忍受不了他了？对啊，他老是，这个反转，他老是嫌我乱花钱啊！我自己挣的工资，我自己就是说，家里的吃穿住行都是我负责的，他还嫌我乱花钱，天天问我你的钱都存到哪去了？不是，你们俩的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怎么管呢？他的工资他就还房贷，然后我的工资就是家里的吃穿住行啊，水费、电费、物业费。知道了，知道了，对财务上。然后他还嫌我没存下钱，然后你存钱了吗？我存了呀。你知道他存了多少钱吗？我不知道，我也不控制他，但是他却控制我。行。他衣服一年到头都是我给他买的，他自己都不买，都等着我买，到最后还问我的钱去哪里去了。啊，这是在经济上他有点抠门。是的。还有什么原因让你想跟他离婚呢？还有前段时间我们不是又吵了一个架吗？就是天热了，我说可以开空调了，他就说你见谁家开空调了？然后我说你看一下，就是别人家那个空调外机都在响，他就这样讲了，说反正我就不开，我又理都那样。不开空调这也闹离婚呢，这为啥呢？我也想不明白。就是
三观很多都不一样嘛。他现在一点都不上进，我感觉。那你以前认识他的时候，他是怎么上进？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他之前就是不怕苦不怕累嘛。那时候他都去买收割机，然后去跟人家收麦子，那个活很累很脏的嘛。但是能比打工挣的钱多一点，他就去做。我就感觉他人就是值得托付嘛。现在呢，就是他动不动就是我就这样，让人根本都看不到希望。哦，你觉得生活没希望了是吧？等于现在是你要离婚，他不同意，是这意思吗？不是你要离婚的啊，现在你不想离了是不是？我其实也是嘴上说说而已，因为我也想让他变好，为家里多做点事情。你们俩现在经常吵架吗？经常吵。那你当我是超人呀？你只是带个小孩，然后上个班，你还做了什么？你跟我讲。那你呢？你平时又老是爱抱怨我，你创业不成功你也抱怨我，然后你买房买贵你也抱怨我，什么你都抱怨我。哦，他创业过哈。嗯。失败了，为什么抱怨你呢？一开始我是学那个机电的，然后我自己买了机床，帮人家加工，没日没夜的，天天在工作，有的时候睡觉连两三个小时都没有。然后呢，他就跟没看到一样，一点也不知道心疼。然后呢，我忙完工作还要忙家里，他哪怕今天饿着，他也不会去做点外卖。我觉得我不成功，肯定是赖他了呀，对不对？我觉得就是家里没给你稳定的后方，是吧？对。买房买贵了，为什么抱怨他呢？当时我们吵架了嘛，闹别扭了嘛，然后房价涨了嘛，刚开始房价便宜啊，然后我们没买。你说这样的话，我是不是要多累一辈子，对不对？吵架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啊，你也跟我吵呀，你为什么怪我呀？好，你要不跟我吵，不也就好了吗？你说的很有道理，是的呀，一个巴掌拍不响。但你认识错了吗？每次吵架或者闹别扭，都是我退缩。你们俩多大岁数呀？我30。我31，比他大一岁。应该算是85后的是吧？嗯，是的。我怎么听着像俩退休的老头老太在这儿吵架呀？他的观念就是跟他爸妈那个思想一样，出生环境不一样嘛，对吧？我本来说，所以说他放假的时候不一样。你先不要说，我本来说放假的时候带小孩出去转转看看是吧？他就说我学别人去旅游，然后我要做个面膜，他都说我臭美。天热了嘛，我不想喝热水，然后就买一箱矿泉水喝，他就说我懒。我擦个桌子，我用张纸擦，他就要用抹布擦，反正就是跟我观念不一样。啊，那你们俩谈恋爱的时候怎么谈在一起的呢？当时我感觉他会过日子，但是没有想到他这么节俭。你们俩男孩女孩啊？男孩。离婚之后打算跟谁啊？跟我，但是他还想跟我争。是跟他还跟你啊？我听法院的，我觉得我要是我带，绝对比你带的好。那你就带呗。我可以。你觉得，哦，一个男人不应该到外面闯一闯吗？是不是？你整天帮我困在家里，反正你就是从来没有爱过我，所以你才这样。我不爱你，逢年过节的时候会给你送花，会给你送礼物吗？对不对？吵架的时候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向你认错？你思想认错了，但是还没有好两天又惹我生气了。我问，确实不想跟他过了是吗？我感觉真的是没办法过了。哦，这个又懒又不能做事儿，对，又拴住了一个男人伟大的脚步，对，那是不要跟他离婚啊？我是想跟他离婚，因为不想跟他离婚的原因是：第一，我舍不得孩子；第二，我感觉我愧疚了他。你愧疚了什么呀？因为当初认识的时候，我本身也不是说太认真，然后他们家人都反对，因为他的执着，因为他的任性，最终他还是愿意跟我在一起。所以说，他大老远嫁过来，不，你我也不忍心。对，你给我解释一下，你本身不是太认真是什么意思？因为本身我就发现我们俩是有问题的，对不对？那为啥还要结婚呢？结婚不是因为他的执着吗？对吧？我就是喜欢他多一点嘛。说白了，是不是姑娘？如果你不主动嫁给他的话，你们俩其实也不能结合在一起，是这意思吗？是的，等于他让我走了一步，我就向他走了99步。哦，所以你会觉得对不起他是吧？这段感情还挺拧巴的，你把他完全拼凑在一起，大概是这么一个。一个小伙子爱上了一个姑娘，但是没那么爱，结果没想到这个姑娘就全心全意地爱上了小伙，抛开了一切要嫁给这个小伙，骑虎难下，小伙就娶了这姑娘。娶了之后就发现两个人原来有那么多的不合适。今天是谁要来的？是我要来的。来的目的是？就是他老是说我对父母不好，对
对他也不好，然后说我这家务也不做，对儿子也照顾的也不好，然后一直都是认为我的错，然后我也想到底是谁错，就是说让大家来评理。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俩想离婚啊？那离去呗。都聊到现在了，每个人站那儿都说我没错。不是说我每个人都有错，不是说我没错，知道吧？我为什么不离婚？刚才我也说了，我第一个，我问你了吗？我不想让孩子没有。我问你了吗？我说你错了，你就要听我说你哪里错了。如果你真的错了，你就回去改；如果你没错，你就听一听。你知道你们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就是男生一直在以自己的主观判断来做你们的情感判断。我问你啊，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好老公吗？你是一个好老公，你太太怀孕的时候想吃鸡，你给她炖了吗？炖了，只不过少一点而已。炖的是你爸妈养的鸡吗？还是你自己去买的？我爸妈养的也有。你爸妈养的也有。你是一个好儿子吗？你有解决好你父母？我认为我是个好儿子。你有解决好你父母和你妻子的关系吗？没有，就是因为我妻子不理解我父母对她的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其实不想说老一辈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老一辈是勤俭持家，他们有他们的态度。但是就从你回家你爸妈给你炖鸡，他回家甚至怀孕的时候不给他炖鸡来看，你父母做事情是有偏颇的。当然疼自己的儿子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也同样要疼自己的儿媳妇，嫁到家里就是一家人。而你在这个问题当中最错的就是你并没有协调好双方的关系。所以你是一个好先生吗？你是一个好儿子吗？你是一个好父亲吗？你是一个好父亲，你不知道你孩子班里一共多少个人？你说倒数倒数第几名啊？你是一个好父亲，你有像别人家的父亲一样去陪伴孩子吗？你知道为什么人家孩子有奖状吗？因为爸爸妈妈和睦相处，因为可能父亲给予了更多的陪伴。你刚刚口口声声说他不就是上个班带个孩子吗？他还干了什么？那我想请问，你不就是上个班做做饭吗？你还干了什么？所以不要老是说你太太的问题。诚然他有你刚才说的很多问题，但是你同样不好。而且你知道你最不好的地方在哪吗？抱怨，就是什么事儿都怨他啊！自己创业失败了，也是因为当时跟你吵架，房子的事情没买，所以房价涨了；也是因为跟你吵架，所以我们没买房。这中间没你的问题，没你什么事儿是吧？都怪他，你怨天怨地怨媳妇儿，唯独觉得你自个儿没错。说女生啊，公婆呢，给你炖鸡或不给你炖鸡都是人情，但是我们管人家叫爸妈。是本分。你有给老人买过礼物吗？有买过。多少次？反正就是过年的时候或者有的。是每年吗？还是只有一两年？不是每年。对呀。那凭什么人家要给你炖鸡，然后你连爸妈都不管人家叫，人家凭什么还要把鸡给你拿回来吃？你对老人没有基本的尊重。他们有他们老一辈的那种轴，你知道吗？但我们做子女的孝顺是前提，这也是为什么你先生一直纠结在你这一点。所以没那么孝顺就是没那么孝顺，有点懒就是有点懒。 对吗？我承认带孩子有时候不认真就是不认真，他说的也没毛病。所以你们两个在这儿跟我纠结说我没错啊，他错了，都错了。只有看到自己的错，才能忘记别人的过。每个人都认识到在这段婚姻当中自己的问题和错误，并且坦诚地跟对方讲，你说的对，我错了，我愿意改，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家，好吗？自己去检讨自己的问题，你们俩离不了。
自个儿回去改，祝你们幸福。好，谢谢左岩老师。来，曲总，男生说了心里话，你其实并不爱这个女人。我爱她，我决定爱她，我发誓。你知道你为什么吗？你当初明明知道自己并不十分爱的，所以你用了不太认真。你爱上的只是她的执着，或者说你爱上的只是她对你的好，这种好让你产生了幻想。她一定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女人，她对我的父母一定是百分百的好，不需要顾及她的任何感受。她在家里一定是挣钱看孩子做家务做饭，什么都得无条件的对你好，她不需要从你这儿获得任何的好处。这是你当初的幻想，所以才跟这个女人结婚了，因此才导致现在你对这个女人的全面否定。没有一个人会舍得对自己爱的人去全面的否定，所以说你不爱她，这是你的问题。女生呢，当时为什么那么执着呀？长得好看吧，太着急了吧？着急必然导致的负面的影响是什么？你太在意别人的眼光说法了，你太在意别人一定要尊重你哦，一定要给你地位哦。所以说那个钝鸡呀，他的父母不来帮我看孩子，都是你极度放大了对方这些小的问题。所以其实你内心也是自卑的，你怕别人看不起你。凭什么让老人一定要到家里来看孩子呀？凭什么不叫对方的父母爸爸妈妈？所以真正如果说你们要想在一起不离婚的话，能不能爱对方，这个爱不是表面的，是真心实意的。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严老师。不要打着旗号说为了孩子好，我真的认为如果一对日日争吵彼此没有爱的夫妻给孩子造成的伤害远比父母分开各自爱孩子更要大。你们其实是真真算计过我这婚没法离，但是这日子过得难受啊。先生，其实既然我选择了我爱他，既然我选择了我要娶他，既然我出于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走入了婚姻，这是我的选择，那我是不是能够好好经营一下？我是不是抬眼看一下这个女人，看看她身上有没有可爱之处，或者说我们共同去培养一段真正的爱呢？你没有，你就在跟自己较劲，你横看人家不顺眼，竖看人家不顺眼，这不是你自己娶进门的媳妇儿啊，别人逼你的吗？既然选择了婚姻，而且所有的婚姻无论最初是爱的天崩地裂还是我们平平淡淡走入婚姻，都要面临的是经营。你把婚姻经营成了什么样子啊？你把自己搞成了个怨夫，天天埋怨这个埋怨那个，有意义吗？这个女人身上难道没有可爱的地方吗？我不信她跟了你这么久也曾经那么执着地爱你。但是翻过来我想跟女士说啊，你爱她吗？我觉得你真的只爱自己。哎，如果你爱一个男人怎么会不爱他的爸妈？人心都是肉长的，他们爱儿子就会爱对自己儿子好的那个女人。你爱他的话你就应该努力地去让他的父母接纳你，你爱他的话就应该去更加发挥一个女人的特长，我去勤俭持家，我去洗衣做饭，这有那么难吗？难道你就要天天跟他吵得天崩地裂吗？所以你要想想，是你嘴上说的那么爱他吗？还是其实你只爱自己？我觉得这其实都不是重点，成年人对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但你们的孩子才真是可怜。想想孩子吧，一个孩子在这样彼此拧巴争吵这样不愉快的家庭环境下长大，他能是一个快乐的孩子，能是一个快乐的人吗？所以你们如果真的觉得我们的感情是不好的，是不够支撑这个家的，可以选择离婚啊。但如果对未来的生活还有期待，请你们调整。谢谢。好，谢谢杨老师。谢谢。来，涂老师。我听下来就是妻子要吃鸡，丈夫说想吃鸡，就你也配？挣那么几千块钱，家务也不做，孩子也教不好，连我爸妈你都不叫，你还想吃鸡？那妻子反问说，我为什么不能吃鸡？想当初你走了一步，我走了99步，我给你们家生了一大孙子，
我一边带孩子，我一边挣钱，我怎么没有资格吃鸡呢？你们考虑过鸡的感受吗？说一句大实话吧，如果在家庭生活当中偶尔有所抱怨，说你看我在外面多累，你在家里这么清闲，我爱你那么多，你回馈的给我这么少，在家里面有这种抱怨是正常的。但但凡是到这样的一个舞台，计较我付出多少，你付出多少，我亏了多少，你又占了多少便宜，这样的夫妻都没有多相爱。你们自己心里很清楚，其实不让你吃鸡的不是他父母，是他。是的，鸡都让他吃了。我为什么这么说你知道吗？他刚才说了句话让人是震惊的，孩子你要不要啊？我看法院的判决，这显然是一个不足以承担父亲责任的男人。我相信他在跟你谈恋爱的初期，他跟他父母所传达的那种感觉也是，你看，都是这个女的追着我，我没那么喜欢她。那如果他跟他父母传达出来的是这样的一种想法的话，你觉得他父母会有多喜欢你呀？因为他知道你在自己的儿子心目当中的位置就那么低，他还给你吃鸡。所以我想说的是，男生不妨说出自己真心的想法，也许在结婚之后有了一些爱，但是还真的是不够爱。而你呢，女人的身价不是靠自己要来的，吃一只鸡就说明她父母很在乎你啦。当然了，在最开始的时候也许你认为自己是一种冲动，但在结了婚之后你会发现，我凭空走出的那99步，我所有的牺牲其实并换不来你对我的愧疚，所以你也没有多爱他。我是真觉得你们两个应该分开一段时间，把这个关系捋清楚，把自己的角色理清楚，想想我要什么样的婚姻，我到底爱不爱，对不对？好，谢谢涂老师。谢谢。想过呢又过不到一起，在一起其实看着彼此都挺烦的，我说的没错吧？离婚呢又害怕，怕什么呢？怕一个人带不好孩子，怕孩子成为一个负担，怕自己挣的钱不够，怕自己不能承担一份责任，当然也害怕别人说你们是不负责任的人。所以才会有说离婚和结婚哪个更需要勇气，才会说出来离婚嘛。而且两个人答案是一致的，就是你们在那么多的观点上是冲突的，但是在离婚这个问题上是那么的一致，说明两位对离婚已经考虑过了。是的，因为我说过离婚，我肯定会考虑这一点。对，所以呢坦诚一些。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刚刚听了几位老师的话，我也知道我确实对父母不是很好。然后家务呢做的也比较少。你平时其实做饭我也都看在眼里的，但是我真的很受不了你每天抱怨我，老是挑我毛病，我真的需要好好想一想。其实我是爱你的，我是真的爱你的。爱怎么来说？我帮你盛一碗饭那也是爱，然后反正你就认为不是爱，但是我认为那是爱。今天我给你送的礼物是女人石，叫16石，也是我在网上百度的，然后他说可以帮助你睡眠，就是证明我是爱你的。其实你从来没有爱过我啊。行了，说完了啊。你到最后还要证明说他不爱你，是这意思吧？啊，行，你送吧。还是说怎么着，他不舍得送了？我们如果不能在某天被人叫醒，我想我们会在黄河呼呼中倒
哎，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啊。来，请关门。就是这一对夫妻的故事，让人看完以后心里特别不舒服。不是说这两个人不善良，不是说他们自私，不是说他们斤斤计较。当然，这对表面上面都有。最关键的是，你可以感受到这对这么年轻的夫妻，他们不会爱，不会表达爱。他们所谓爱的方式就是，我说我是爱你的，我按我的理解爱。至于你能不能感受得到，那是不是爱，我不管。所以其实看的是这一部分特别特别的难受。当然我们也没有那个能力来判断说哪一段情感就是相爱的，哪一段情感就是不相爱的。但是至少通过嘉宾们所讲述的事实，我们会了解到现在的生活对这对年轻的夫妻来说是痛苦的。这两位会怎么选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下载鲸鱼 APP 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鲸鱼 APP、 天津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来观看本期的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观看节目的完整视频。来，我们看这对夫妻自己的选择。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请回吧，两位。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将获得由伊贝诗提供的深海纯净水嫩保湿套盒，24小时保湿，实时透水嫩。各位，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请见证。来，请亮灯啊。来来来，祝你们开心，祝你们幸福，祝你们没有争吵，祝你们孩子健康成长，祝你们跟父母早日的弥合关系啊！我认为过去的错没关系，未来生活的好就行了。谢谢你们，请回。谢谢啊，谢谢主持人，谢谢谢谢天宇老师。他们会选择怎样的日子？是一直争吵下去，还是用一个可以沟通的方式，让日子过得稍微平顺一些？希望他们选择后者吧。好了，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本来就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很多事情他父母和朋友都能想得到我，可是他就是想不到，对我的承诺还竟然随口答应却不兑现。身为一个男朋友，我觉得我自己做的已经挺全面的，挺好的了。毕竟也没有什么做男朋友的经验，但是他呢，还总经常挑我的毛病，总是会因为在一些我看来不是事儿的事儿，总跟我吵架。我觉得我在他心里并不重要，我就想知道，到底是我太敏感较真儿，还是他真的不怎么爱我。我个人觉得呢，我们两个人是奔以后结婚去的，两个人在一起肯定是需要一些磨合。我一直都在去努力地改变我自己，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我不够爱他，我真不知道我怎么做他才会满意。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方先生，25岁，来自黑龙江，个体。
王女士，24岁，来自黑龙江个体。欢迎两位哈，女生是带着气来的哈。对。今天准备干嘛呀？我就觉得心里不在意我。怎么就觉得他不在意你呢？就是当时我们两个都是在外面租房子嘛，然后他在我跟我室友合租，他跟他朋友也是住一起。我想说，我俩花销比较大，而且还养着狗，每天我为咱俩辛苦的付出，然后想说他早上起来给我送点饭都不行吗？就因为这个你就说我不照顾你了？一个小姑娘早上自己整点东西吃不行吗？因为我是为了我们两个，然后辛苦的出去工作，他都说连让给我送早回来再睡都无所谓。他经常就是我都中午都回来，他还在那里睡觉，还得我叫他起来。不是那个时候怎么回事？因为我也开店的那个，我早上起来去进货，但有的时候不进货，我寻思晚上开的晚，累了多休息一会儿。我寻思就早饭你就自己解决呗，我哪寻思能想那么多。还有之前我们主持人，我们之前去香山玩的时候哈，之前去北京，他父母在北京嘛，那天下特别大的雨，我们从山上走下来，特别的远，水特别大。我本来就是一个特别怕黑，然后害怕水的人，就以前小的时候有水缸，这么深的水缸，满满的水看不见底我都会害怕。他自己走那么远，差不多就现在这个距离。没有这么远，最多一半。那我打着伞能看得到你吗？特别的黑，他应该在前面走，我叫他都听不到。不是，我觉得吧，我一直回头看他了，他就觉得我没管他，也没理他。不是，为什么没并排走呢？我特好奇。不是那个时候，我爸开车要去接我们嘛，我寻思快走两步，能看到他车在哪儿，雨很大。可是我打着伞根本就看不见他。行，他说，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嫌他。这就所谓的叫不在意或者不在乎，是吧？在细节上让你很不舒服，是这意思吗？对。还有呢？还有就是他经常就是我让他答应我什么事儿，他可以不答应，可以不做，他都是随口就答应我，然后还不做这些事情。我答应的事儿，我什么没做？我前段时间囊肿做了个手术，不是什么。我跟他说，我说能不能带我出去玩去，然后放松放松心情再手术。他说行，不管怎么样我都带。我说没钱，我借钱带你出去玩去。到现在了也没有提过这件事情都。你说我之前答应你的事儿什么没做到？不就是现在这件事吗？现在没有能力吧？等有条件以后肯定带你出去玩。那你就不要说没钱我借钱就带你出去，你可以不答应吧？我不答应你就又不吱声了，又生气了。那有什么事儿你不能好跟我说吗？比如说咱俩现在没有条件，没有那么多钱，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会尽力去做事，但不一定马上就先带。我答应你，我会带你去，知道吗？我现在这么跟你说了，纠缠这个干嘛呀？我就觉得他经常就说到不做到啊，行，经常说到不做到，还有啥？还有一次，他跟他一个女同学一起玩游戏，起的还是个情侣名字。后来有一天我就发现啊，他把他俩聊天记录删了，没有是删什么呀？所有的都删了，好吧，不是我俩的。我看不出来，你都删了。不是你说这个想表达什么呀？是想表达的对这段情感不忠呢，还是表达什么呀？就是因为这件事以后。我俩吵架了嘛，他说那行，那你想怎么办吧？我就说那把他以后就别跟他一起玩游戏了。他说行。后来有一天我发现他用跟那个女生小号一起玩游戏，然后我就不愿意了。你不答应我不玩了吗？怎么还拿小号还骗我？这个真的我可以非常详细的给你解释。当时俩号是一起加的，对吧？我之前那天你突然说删就给删了，然后人小号上来叫我玩游戏，我怎么回的？我怎么说？你不可以说我现在玩不了，或者我现在不玩了，你就非得为玩游戏还得跟他在一起吗？我是不玩了，那就给人删了。人家怎么想啊？那是他重要我重要吧？我生气他生气，你觉得哪个重要啊？你重要、啊、你就离不开他了是吗？什么叫离不开？主任，你说这我还能说什么？后来删了吗？删了，都删了，这不事儿就过了吗？他跟女生就这样也不止一次两次了，还有之前那个前女友，我之前翻的微信还有截图，他截图就是那女生说谁大半夜，我截的图，他自己截的还收藏了，那个女生跟他说有吗？有截图为证。他跟我说这个截图是因为怕我生气、啊、这句话谁不会误会啊？谁会觉得你是说什么、啊、我之前底下的字儿不知道谁给我截掉了，我自己的收藏我是不知道。我说你别喜欢我，有女朋友。我看见了吗？你收藏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有人喜欢你很开心是吗？我之前那事儿你说我删聊天记录，然后我就寻思这回给你截下来留着，毕竟是敏感话题，我先留下来给你看一眼。你倒好，你给我看这能证明什么？证明有人喜欢你，很骄傲，很自豪。不是这个，那稍微讲点理好吗？从一开始说不在意，这变到了质疑人品了啊！女生又给我描绘了一个不安分的男人呗，对前女友是不安分的，
对于打游戏的女生是不安分的。总之，她那颗心就没在你身上，是这意思吧？我就是感觉她心没在我身上。不是，我心没在你身上。你毕业两年了，我一直在那陪着你啊。那么好工作我没回去，我在海边为了你开了个店。我要是不是觉得你有些对我好，能跟你坚持这么长时间吗？每次吵架就给最后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跟你多少次最后一次，我都不记得了。整得好像你给我机会，我。哎。那还是我每次求着你们大家再起一次是吗？每次生气不是我哄你啊，其实他觉得我很多事儿不在意他吧，我是就是想锻炼他一下，因为他很不自立，然后他又觉得好像是我对他不好了，然后就是做错什么事儿了，然后就不在乎他了，不想着他了，他总是这么以为。哦，坚持这么长时间，我是真的是喜欢已经不能说了吧，真的是爱。行吧，你们俩是不是现在为什么事儿都能吵起来、啊？我就总觉得他没有那么在乎，就很多事情有一点表现他不在乎，我就总觉得自己挺委屈的，就不想跟他这样继续下去了。我俩来天津的时候还吵了一架，为啥？就在火车上，我说能不能我买点东西，比如卫生间的置物架，因为洗澡的时候买没买？你非得跟我说一堆之后说一堆不行再买吗？我现在真的买什么东西跟辩论一样。不是主任，你不知道他因为怎么的呢，总乱花钱买一些破烂。我说又不是自己家，你租的房子你装饰成那样干什么，有用我肯定就买了。那你说啊、哎、那你就把我一个人扔在火车站，我趴着看你回去了。你在那生气了，我现在我趴着睡会儿觉，起来以后眼睛看不见了，我就去厕所洗了个脸，我寻思洗完脸回来能好呗，还是抹。然后我就开始摁摁眼睛啥，我对面阿姨就说了，哎，还挺会保养，睡着觉还摁摁眼睛。我说不是，我说我看不清了。然后阿姨说你闭会儿眼睛休息就好，也许睡觉压的哪个血管不通了。啊，他呢理都不理，一句话都不带关心的。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啊？每次有时候我俩吵架，他就会找一些话题，然后来跟我就是像找个台阶下。那最后人家阿姨都跟你说怎么解决，我又不是大夫，我怎么知道怎么解决啊？就像多喝热水不一样的吗？我说那话有什么用吗？那我问你，我最后等没等你吗？那你为什么走了？我没等你吗？出了那个火车，你自己就走了那么远。我这样在等我吗？我个长这么矮，我出门还踩高跷看着你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示范啊，就是以后你们不知道什么叫为吵架而吵架，想想今天那个场景你们就明白了。我几乎就觉得你们俩是为吵架而吵架，我没弄清楚为什么要吵啊，姑娘。我就觉得你们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我就觉得很多事情我都感受不到他对我的爱，然后感觉他对我不怎么在意。那就走啊！但他有这很奇怪啊，好的事情。这个其实就是问题的奇怪点所在。我感觉不到你对我的爱，为什么我还要留着呢？就他还有对我好的地方吗？就比如说之前去哈尔滨，那时候又下雨了，他过道的时候还知道就是抱着我走一下，因为怕脚沾水。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俩吃东西，他都是。不是，那您今天来到底是干嘛的呢？我就想知道有一些事儿，就包括。上次我说的到底是我太敏感太较真了，还是他真的就是他的问题？不是，我对你的好你真的都不记得了。我在意的是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我这边。我不在意我。我怎么不在？我真的是为了锻炼你好吧。我不善于言表你知道吗？主人就是你还不善于言表呀、啊、就是爱嘛，就是对于爱这方面我不太就是觉得在表面上，因为我觉得表面上很假。哦，所以那你骗我就很真了是吗？真真心心的骗你，这没完了就。你们对于未来有什么打算吗？打算结婚吗？之前父母已经是在商量要结婚这问题了啊。我总觉得他是不怎么在意我，但有些事情还能让我坚持一下，我就心里也是很矛盾，想离开又舍不得，但是在一起又感觉自己特别委屈。就谁现在在生活里不吵个架呢？你们俩为什么事儿吵架吵得最？我俩的吵架很，我都不知道很多事儿，因为什么他就生气了，我去哄他吧也无从下手，他总是生气，一点小事儿就生气。开始吧，刚处对象还知道我们出去玩，跟朋友一起出去玩，他招给我们送吃的送啥，还送好八好的无花果啥的。行，这不重要啊。问问女生啊，来这儿争个对错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如果真的他有问题，他能改，我愿意去跟他在一起。如果是我的问题。那我也回去好好想一想，到底我是怎么错了？我就是觉得他不在意我。好了，但很多事情能印证的地方，我感觉他做的太让我失望了，就是心里没有我。不是你所谓的不在意，你就是刚才你举例的那些事儿，是吧？好了。还有一些平时这些小事，很多都不记得了，我就觉得他心里没有我。哭啥呀？有点事。有你，多丢人！自己擦，我不给你擦。你不要我自立吗？用不着你。嗯。说实话啊，这一幕基本
我没看太懂。我努力跟上他们思维的节奏，但是我发现我怎么也跟不上，因为女生今天使用最频繁的叫她不在乎我，然后再加一个词儿的话叫我感觉她不在乎我，于是举了很多生活里的细节，可是她又不想离开她。今天来的目的再重复一遍告诉我们大家好吗？是干嘛呀？所以我就是想知道到底是她对我就是没那么在意，她做对我的不这重要吗？如果他都是真的是他有一些问题的话，那我就不想继续了。其实是对这段感情现在持有怀疑了。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女生不自立，懦弱给谁看呢？男生不自知，谁都不要看。你今天在现场啊，语言表达能力非常强，然后呢，你自己去看回放，很凶。当然，你女朋友也是那种咄咄逼人的这种气势，可是她毕竟是女生，你刚才的这种态度就让我不是那么的舒服。不管是谁的错，我们就表述客观事实就好，没有必要吵来吵去。不是有理，就一定要升高的，这是你今天在现场的问题。第二，我刚刚说你语言表达能力非常强，但是在面对异性交往的时候，你每次都反问，那他那样那样那样，那我怎么说？人家约你打游戏，大号删了用小号打，那他又约我，我怎么说？我教你吗？我不玩这个游戏了，再见。我女朋友不喜欢我玩这个游戏，谢谢。还有啊，大半夜的微信啊，我怕控制不住我自己。你还问人家，你控制不住什么呢？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控制不住什么呀，你不知道吗？爱你的心哟，收藏起来是每次就翻开看特别爽，觉得自己特别有人格魅力，你看好多人喜欢我。你收藏起来是要给他看吗？不是。你给他看了吗？他如果没查出来之前，没有，就自己在那儿爽啊，是吧？我跟女生讲，你刚刚问了一个问题，你说我不知道他心里有没有我，我明确的告诉你，他心里可能有你的，但也可能有别人，明白吗？所以你自己去判断，目前来讲，包括之前的他那些事情，他都是有贼心没贼胆，就是心思特活络，然后在他发生什么实质性问题之前就让你拍死了，基本上都处于这样的状态，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实质性的问题实质的发生。但我刚刚开场的时候我就讲，我说女生一定要自立，饭要自己吃，路要自己走，可以约姐妹逃出去旅行，不要做一个有爱情依赖症的女生。我讲的这段话不是说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你要这样做，是为了让你以后无论是在一起还是分开，你都可以照顾你自己。永远不要在舞台上再让我听到那种你说我和那个女人谁重要，当你自己和他们做比较的时候你就输了。所以女人最重要的就是自己拥有独立生存在这个世间的能力，无论是吃饭、看电影、旅行，还是爱，好吗？听懂了的啊，自己去整理自己的问题。祝你们幸福。好，谢谢左岩老师。来，徐总，刚才我看到一个细节，特别让我有感触，我觉得就能解释你们现在这种状态。你看到他哭了，你其实刚才找了半天纸，是吧？然后呢，又在肯定在想，这距离有点远，是吧？比上次你独自走那距离还远。对，你想走过去，哎呀，这场合我能不能走过去？后来你还是走过去了。他说：“哎，别哭了，要给他擦。”他的反应是什么？拒绝。然后他又推你一把，你就回来了，对吗？就反映了，其实这就是你们相处之间的现在的模式和问题所在。你已经失去了对他的耐心。情侣也好，夫妻也好，如果能走长久的话，耐心是非常重要的。
甭管对方是撒娇啊，还是考验啊，还是小的问题出现了，你有没有耐心去温柔的对待？如果说没有了，其实你对他的爱就一点一点的在褪去了。当然我们知道初恋的男女都是非常有激情，对不对？那会儿绝对有耐心，你迟到了没问题，你做错了那是我的错，都可以做到。但为什么慢慢后来就没有了呢？一点点的问题立马一点火就着，就是因为你的心呢要不分得太多了，一会儿前女友，一会儿又打游戏的太多了。能不能收一收心？能。我老婆愿意吃水果，川他们都知道，特别多的水果，我们出差我要去给她买，每到一个地儿我们必须要去，知道哪有超市哪儿去买水果，我必须耐着性子啊，这就是对她的爱啊。但凡你由心而发的耐心，就体现了你的爱。所有的话回到一个根本，如果你对这个女人有耐心，你们可以走得很远，一旦没有了，前途叵测。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严老师。我觉得特别莫名其妙啊，女生，就是人家追你的时候你还挺那个什么的，哎，你不就是为了我留下来的吗？你陪我不应该吗？等你一旦确定了说，哎，这个人好像对我也不错，我跟他在一起吧，立马就自我沦陷，是早饭也不会吃了，下雨也怕了。你说你不会游泳，你怕那个深水，下雨那水您都怕呀，听着我都觉得可笑。一旦跟这个男人决定跟他真的在一起之后，就不要自我了。我跟你讲，任何一段情感，我们任何一个人，无论男生女生，一定无论多么的有热情，无论多么的炙热，始终保有自我。你的自我哪去了？如果你连自我都没有了，别人怎么爱你？如果你连自己爱自己的能力都没有了，谁还会爱你呢？你看你漂漂亮亮的，年纪轻轻的，按理来说这男生往这儿一站吧，他外形也配不上你。对不起啊，没事。所以我奉劝你的是，无论你怎样认可一段情感，保有自我，千万不要迷失自己。而男生你也特别奇怪，老管他叫这小姑娘什么的，自己就不能独立吗？你所有跟他沟通的方式，所有和他相处的方式，在现场表现出来都是趾高气昂。你有什么好骄傲的呀？有个漂亮女朋友啊，天天黏着你，你特骄傲吗？我跟你说，等他哪天缓过神来，发现哎，我这干嘛呢？我干嘛跟着一对我也不太好的男的啊，每天还训着我，我找个真疼我的不行吗？所以你也别得意，等他长大了醒过来了，你的位置就不保了。你也好好想想自己究竟怎么去做一个男朋友。好，谢谢严老师。来，涂老师。其实你们两个问题很简单，一人一个问题。男生一直重复的一句话，我如果不爱你，我怎么可能陪你两年？你想说明的是，我是有付出的，我是在乎你的，对吧？对。女生经常重复的一句话就是，你没有把我放在心上，但是你也有对我好的地方。所以你的问题是，我喜欢上了一个偶尔心猿意马，但是有的时候又对我倍加温暖的人，这样的人我是应该放弃还是应该坚持？你是这个问题吧？嗯。所以接下来要先说男生的问题，你自认为说我陪了你两年，难道我还不足够爱你吗？那这就似乎于一点，就是说你付出什么能说明你爱他？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喜欢手表，那是我心爱的东西，如果我的老婆把我的手表给弄坏了，我还能保持不生气，那我可能是真的爱她。但如果她只是把我的衣服给洗坏了，我依然很温和地对待她，这并不能代表我很爱她。说明白一点，就是你自己最在乎的东西能不能给她，那才能说明你爱她。我不觉得你那两年对于你来说很重要，你不是一个在事业上要求很有雄心壮志的人，你明明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忠诚，要的是你全心全意
不要三心二意，你做不到，那你就没多爱。你如果是一个对金钱很珍惜的人，但是你没有把金钱给他，你把时间给了他，不能说明你很爱他，你明白吗？明白。所以你觉得你很爱他吗？你明明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就是忠诚和全神贯注，你做不到。但这不否认你对他确实有两年的付出，但你的问题就是，你明知道人家想要什么，你给不了，你还要偏偏说别的，有意义吗？接下来就说你，很多女生跟主持人都会有这样的对话。赵传每次都问女生说啊，你这男生都这样了，那你还要他干嘛？这女生马上习惯性的就是，那他有的时候对我也很好。但我要提醒你的一点是，我们身边大部分人都是好人，没有谁是十恶不赦的人，他当然会有对你好的地方嘛。如果他一点都对你不好的话，你找他干什么？你不是眼瞎吗？所以当你衡量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对我不好，但有的时候又很温暖，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坚持还是应该放弃？你就应该抓大放小，就是你在乎的他能不能给你，如果你在乎的他不能给，放弃。但如果你在乎的他能给，但他又有一些你不太在乎的小缺点，那我就可以坚持，因为没有人是完美。我很喜欢一个男生，但他好矮。矮重不重要？不重要，我不那么在乎这个东西，所以我可以跟他在一起。相反，另外一个女生说，这会影响下一代基因的，我就喜欢个儿高的。那他有他的标准，那他就找一个个儿高的。所以你要明白你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你不可能要一个又全神贯注对你，又为你付出两年，又能在水里面把你捞起来背着。所以你要问清楚的就是，我要的是什么，他能不能给我，他不能给我我就放弃。如果他只是有一些我不太在乎的小缺点，我可以坚持下去。所以人生就是在追求、放弃、权衡当中追求最大化的幸福，而没有完美的幸福，明白吗？对于男生来说就是坦诚，我就这么年轻，我做不到那么全神贯注，我情商没那么高，我可能就喜欢跟小女孩打个岔聊个天，但我也挺愧疚的，我现在还做不到，你就坦诚，你这年纪正常，明不明白？明白。好吧，要的是不是能给的，我给的是不是你想要的，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我今天的这个思维方式完全是一个很感性的去思考所谓的情感问题，四位老师今天是用一个非常理性的方式来观察一段情感，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角度完全是不一样的。我所有的纠结就纠结在就这么点小破事，你们怎么就弄不好？这是大多数在争吵当中的情侣往往会提出的问题，就这么点的小破事我们怎么就不行？所以老师是从一个更理性的角度去帮你们做了一个分析。老师们说理性的谈恋爱可以理性的去推演，这都没问题，但是在情感当中我们很难做到理性。就我们可以很理性的说一段情感的时候，那个时候要不然你变得特别强大了，要不然那个情感已经变得不像情感。像你们这个年龄，在我看来感受是最重要的，自己问问你自己的内心，你对这段情感的感受到底是什么样的？喜欢人家就好好对人家，不喜欢人家就离开人家。爱一个人没有必要委屈自己。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在一起也三年了吧，室友说你对我挺好的，我不是说我想因为一件小事跟你吵架，我就是想要一个你在乎我的一个态度。我不是纠结小事不放，我只是想知道你心里真的有我。如果你还是有承诺做不了，会因为什么事情骗我，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继续。在我这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你不能骗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去原谅你。我知道了，还是你哭我真的很难受，我以后努力去改好吧，对你的态度，对你的想法，对不起。请回吧，谢谢你们。请回，请回，请回。
来，请关门。哎呀，他们现在这个恋爱谈得好累，恋爱期间请坦诚一些，对对方，对自己。来吧，我们来看看这对年轻的朋友，他们自己会怎么样去做选择？是觉得还可以接着相处下去，彼此给对方一个机会呢，还是就此打住，说我们可以考虑更好的一种生活？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哎，请开门。来，有请我们小花童，有请。谢谢。好了，请回。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将获得由易贝师提供的深海纯净水嫩保湿套盒，24小时保湿，实时透水嫩，见证属于这对情侣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你愿意嫁给我吗？最后想说的这一对儿，就是希望所有年轻的朋友慎重结婚，开心恋爱。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京云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易贝师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是我计较还是他没长大？他作为一个男人呢，整天就是创业，我跟孩子他从来没有管过，他回来衣服一换，鞋子一脱，还得我收拾。那跟他说钱呢，就说我物质，都说嫁了一儿子，我觉得我嫁了一孙子。上回来，家庭分工啊，是婚姻生活很重要的环节。看来你们是没有明确好各自的角色，该养家的钱要交，该干的活要干，你不惯着他，他才能长大。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耀保湿易贝师冠名播出的，易贝师纯净水，纯净保湿，实时水嫩。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易贝师的官方微信，或者到易贝师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再一次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传递生活正能量，天津卫视。